板栗像我这么做，去壳去皮很方便，可以当零食吃。先准备一个瓶盖，把它固定住，比较不会跑偏。然后呢，改十字刀。你平时要是不知道吃什么菜，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就可以收藏。毕竟主页更新了1000多道菜，学到就是你赚到。切好之后，在蒸锅里面小火蒸20分钟。板栗不容易熟，所以蒸的时间比较久。路过的点个爱心支持一下吧，谢谢。不要忘了，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总有一道适合你，不要错过哦。